来看看皮皮站的求生欲。这个词儿，我昨天已经背好了。我跟你对，我跟你对，我跟你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踩你的椅子干嘛？那你走开，我就修它。你干什么？幼儿园，我有这种人。他真的是幼稚园毕业的。看看这是好开心。你才会演无耻之人的球星。算了算了。铁弟，我一根打能撑住，怎么样？打不打？150，三百。谁100？抓手了，太快。预备，来，报警吗？谢谢叔叔。哥，来吧，来呀。OK， 等我到行。OK 了。太兴奋了。手都凉掉了。